Okay, so 第二条有讲到了 nationalism in India， 还有 nationalism in China 啊啊，在印度跟中国都有发生了这个 nationalism 啊，爱国主义的。好，所以他问什么呢？啊，来，国爵念一下这个问题。Maklumat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nasionalisme di Asia. Apakah persamaan yang terdapat pada nasionalisme tersebut? Okay, so 他就讲到了啊，以上的资料呢，就是讲这啊，在亚洲的这个 nationalisme 啦。Okay, 啊，因为印度跟中国都是亚洲国家嘛。Okay, apakah persamaan yang terdapat pada nasionalisme tersebut? 这两个国家的 nationalisme 有什么 persamaan？Okay, 什么是 persamaan 呢，各位？共同点。对了，共同点。OK， 好，所以这两个国家所进行的这个爱国主义啊，有什么共同点呢？啊，有没有答案是什么啊？C。答案是 C 啊，menamakan penjajahan kuasa asing。OK， 啊，什么是penjajahan？那个统治者。对了，就是殖民者。OK。啊，就是要总结外来的殖民者，对不对？啊啊，对啦 ，OK， 因为印度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嘛，亚洲国家通常会有那些人，就是因为啊，他们的国家被西方的那种国家的人给统治啊，所以他们为了赶走这些啊外来的殖民者，所以他们就要进行这个 nationalism 啦，所以第六题答案是 C 啦。OK 啊，各位啊，门那么干，门家家啊，国杀信，阿信就是外来的意思了啊，外来的意思。好，第七题，哎啊，看到一个安迪啊啊，阿不噶艺术人的德章干，我来读过第二大 ，OK 啊啊，这位读过啊，读过就是领袖的意思了。哎，这位领袖他有啊，用什么艺术来啊？他是为了什么艺术而奋斗呢？艺术是事情啊。Pendidikan wanita。Pendidikan wanita。对，什么是 Pendidikan wanita？ 女人的教育啊。对了，女人的教育啊，女生的教育。你们觉得这个领袖叫什么名字吗？啊，应该忘记了啊。啊，这样你们猜到这个领袖是什么国家的人呢？印尼，对了，他是来自印尼的。OK， 啊，他名字叫做 Raden Ajeng Kartini。OK， 啊，说这个女生呢，她是啊为了啊女人的这个教育而奋斗了啊，因为当时候印尼他们就没有什么注重女性的教育了，然后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跳出来了，然后希望可以让女性。也可以得到这个平等的教育了 ，OK， 好 ，So 啊，你们还记得吗？印尼除了有这一个女生啊领袖之外，还有什么领袖啊很出名的？啊，什么什么忘记了？你们可以看一下第三十面了 啊， 啊，那个叫做说卡诺对不对？啊，说卡诺，说卡诺他如何奋斗啊？啊？嗯，索卡诺，啊，索卡诺这个人也是很出名的，对不对？啊，啊，他成立了什么政党啊？嗯，那个 PPPKI 啊 ，PPPKI 啊，啊。他这样 PKI 还有这个 PNI 了，啊啊，就是 Party Communist Indonesia， 还有是 Party Nationalist Indonesia，OK，、okay? 啊，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两个政党？啊啊，这政党呢都是为了争取 Kemerdekaan 啊 ，memperjuangkan Kemerdekaan， 然后就是为了争取印尼的独立了 ，OK， 啊，所以Sukarno可以算是印尼的国父来了 ，OK。啊，对啊，他成立了这个 PPPKI 嘛，对不对？啊，这 PPKI 就是由多个印尼的政党啊来加在一起的，主要呢就是为了让印尼能够独立了。OK， 好，
下一个我们来看这一题啊，第八题的。OK， 来，海先念一下他的这个问题。Raja-Raja Thailand membentuk imej negara Thailand sebagai negara yang bersahabat dengan Barat. Mengapakah mereka bertindak sedemikian? Okay, so 他第一个句子在讲什么？他们的王就树立一个就一个像西方一样这样强厉害的国家。不是啊 ，bersahabat 是什么意思呢？做朋友。对啊，做朋友的意思。OK， 所以泰国的王他如何建造泰国的一个 image 就是呢，他呢就尽量的跟这个西方的人做好朋友了所以他就问了，那个干嘛那个本地大手特别干为什么泰国的国王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他们要跟西方人做好朋友答案是什么？这一题也是很明显的答案我问一下 Ryan 呢Ryan， 你的第八题是什么答案？泰国为什么他要跟西方的人做好朋友打好交道？是动机上。动机动机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保护政权，巩固政权。巩固政权。OK， 对了 ，OK， 门伯大汗刚是捍卫的意思啦，捍卫可达旦就是捍卫自己国家的那个主权了。OK， 所以可以写下来的意思啊，门伯大汗刚是捍卫可达旦就是主权了。OK， 所以泰国他会那么轻举方式不是因为他想要占领其他国家，也不是为了防止这个人民的这个反对不是也不是为了照顾自己自己这个皇帝的那个家人不是的他是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OK， 因为如果他不跟西方人做好朋友的话，可能泰国呢有一天也是会被西方人给占领是这样可是如果他现在还是亲西方的话当然泰国自己本身他们的那个 image 就会上升了所以那西方的人当他们要来占领泰国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理由因为西方人也是因为西方人看到这个泰国他很先进它里面有的制度跟我们西方一样所以他们就没有理由要占领泰国了相反的其他的国家好像马来半岛印尼菲律宾越南那些缅甸为什么会被西方人占领呢？就是因为西方人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太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占领你们，我们要教你们怎样做东西就是这样子了。好，可以吗各位？可以好，我们看第九题。OK， maklumat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tokoh nasionalisme tempatan. OK， 什么是tempatan？tempatan 是本地的意思。OK， 所以以下这两个人呢是本地的一个爱国主义的一个领袖了一个叫做仁大。一个叫做 Dok Jang Good， OK， 你们懂 Jang Good 是什么意思吗？Jang Good 就是胡须的意思就这个人他的胡须是很多很多的 ，OK， 什么叫 Dok Jang Good？ Apakah ciri perjuangan tokoh tersebut？ OK， 这两个人他们有什么 ciri？ 有什么特征？来，你们答案是什么？这个是讲那个胡锦明的不是，这两个都是马来西亚的奋斗者来的。OK， 胡锦明是人大吧？人大人大这个我们在哪里有看过呢？人民一个人民来的。OK， 人民叫人大。
啊，有人叫人道了。啊，什么？没印象啊。没印象啊。你可以看一看。豆浆够，好像有啊。豆豆三十三面。啊，三十三面。啊，三十三面啊，上面那边。啊，那边有很多人的，有什么豆沙一啦，马哈拉加雷拉啦。啊，他都把他们那人大马沙嘞都讲过，还有那个林邦啊，这几条水都是啊马来西亚本地的这个啊奋斗者啊，他们也是反对那个殖民者了啊，所以这几个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呢？啊，东基啊，对了，布尔西法舍登巴，什么是布尔西法舍登巴？啊，没人知道。Bersifa Sotempa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好像区域性的一个啊一个分多江啊啊啊，好像啊多江固只要是在那个格兰丹那一边的 ，OK 啊，仁大的话主要是在萨拉瓦那一边的，啊，所以这几条水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地区去分多啊，而不是在整个马来西亚分多啊，所以这种我们叫它。西法舍登巴拉，然后就是在某个地区分多巴拉，明白吗，各位？啊啊，好像那个马哈拉加雷拉，它是在北拉州的咯，啊那个达多巴哈曼就是在那个巴亨州咯，啊，就是这样子啦。OK 啊，各位啊，总之你们看到这些领袖啊，什么仁达啊、多江古啊、啊巴哈曼啊、马哈加雷拉、多沙伊这些人啊，啊，他们都是属于。啊，布罗西法舍登巴，啊，区域性的一个领袖这样啦，啊，好，下面看第十题 ，OK， 来，志廷念一下第十题这个问题。有在吗？老师。啊。Manakah antara yang berikut merupakan media dalam bentuk？Akbar， 什么意思呢？还来问这？哎，啊啊，什么是阿爸？阿爸就是刀子的意思吧？啊啊，他问了以下这几个啊，这几个媒体了。啊，哪一个是以这啊刀子的方式来呈现的啊？所以答案是 A 啊，对了 ，A 沙加什么吧 ？OK 啊，你们可以看你们课本第34面了啊啊，所以沙加什么它是阿巴来的 ，OK 啊，至于其他的那个什么梅洛卡拉隆波啊、鲁纳什么鬼啊、车瑞特阿旺啊，这些应该都是比较像是那一种啊。Novia 网啊，这样了啊啊，只有发酵沙瓦是报纸 ，OK 啊，所以其实除了发酵沙瓦还有什么报纸呢？当时候啊啊，有那个什么 Javi， 斯拉马拉尤啊，斯拉马拉尤啊 ，Javi 和阿纳丹啊，还有什么阿伊曼达拉姆拉恰等啊，说啊，这些都是啊报纸的。啊，当时的报纸，啊，所以当时报纸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了，啊，因为当时人民就是看报纸来得到那个资讯，啊，所以当时如果有那些人呢想要进行这个 nationalism，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那种爱国主义的文章写进报纸里面了，所以人民看了过后，他们的想法就会醒觉了，啊，就会割舍大乱。啊，所以他们也会想要进行这个 nationalism 了，这个 2.6 这个其实很重要了，然后 2.6 因为它通常会用在 AC 题目的，好，所以基本上这十题我们讲完了，有什么问题吗，各位？ Any problem？ 没有啊，没有啊， OK， 好，说没有的话，我再说。mempunyai berbagai tafsiran dan berkait rapat dengan perasaan cinta akan negara. Gerakan ini akan melahirkan perasaan kekitaan dengan menggunakan persamaan kebudayaan dan pengalaman sejarah yang bertujuan
membebaskan negara daripada penjajahan. Okay. 好，所以这整段呢，都在讲的什么呢？ 他们都是在讲这 nationalism 啊，是什么意思啊？他讲 nationalism 什么鬼？大概打修乱，什么东西是打修乱？啊，解释啊？对了，解释或者是诠释。OK， 啊，就是爱国主义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啊，或者是诠释了啊，就是主要的就是讲到布拉萨安奇德了啊，就是爱。 国了啊 ，perasaan cinta akan negara, okay? Gerakan ini akan melahirkan perasaan kekitaan, kekitaan就是好像团结的意思咯，这个 nasional 是可以带来这个团结的这个 perasaan 咯，dengan menggunakan persamaan budaya, 就是用着这个同样的这个文化，还有这个历史的这个 pengalaman 咯，经验。 yang bertujuan membebaskan negara, 主要呢就是释放国家咯。 从谁的手上释放国家？从这个本杰拉汉殖民者的手上来释放这个国家了。所以下面呢，他就有问到了，jelaskan tafsiran nasionalisme mengikut tokoh tokoh berikut，所以他就问我们每一个这个历史学家，他们对这个殖民，对这个爱国主义有什么解释？ 通常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考试是很少会问的了，因为这种问题其实怎样讲呢，有点冷门了。要背的，要死背的啦。如果你没有背，就真是完全不会了。这个 Professor William， OK， 这个 Professor 他对 nationalism 的解释是怎样的呢？你们在课本有找到答案吗？22面，22面，对了。 找到了啊，有很多的那种老暗字啊，有什么 Hans Kohl 啦，然后 Professor William 啦，达多 On Jaffa 啦，很多啊。OK， OK Professor William 他的看法是怎样呢？我们直接来看答案了啊。So Professor William 有这三个 point 了。OK。 说他讲了 ，kebangkitan nasionalisme Melayu lebih kepada kesedaran diri. OK， 他的看法是觉得马来人的这个 nasionalisme 是比较 more on kesedaran diri， 就是自身的一个醒觉这样，然后就是kedegasan diri 也是可以。 OK， disebabkan ancaman atas kepentingan。 orang Melayu， 为什么会有马来人这个想法？是因为马来人他们本身的权益被侵犯了，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 nationalism， 然后他们也是担心啊，可兵方案是担心什么东西？担心这个 imperialism barat 西方的这个殖民主义一样了。OK， 好，就这样子了。下一个 Datuk Jaffa， 还有什么看法嘞？好，来，志廷念一下这三个 point。是 ，kita hendak mendahirkan bangsa yang lebih tegak kuat, boleh berdiri di atas tapak kaki sendiri, mengambil tempat kita yang sebenar di sisi bangsa。 如果你们讲过这个达多恩加法，我们要特别记得它了。OK， 因为如果考试真的是会问的，最大的机会都是问这个达多恩加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他是马来人 ，OK， 二，他也是可以讲是我国独立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了。OK， 所以他的看法，他觉得 kita hendak menjadikan bangsa yang lebih tegak kuat OK。 我们一定要产生出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民族。boleh berdiri atas tapak kaki sendiri 就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脚来站稳在自己的那个土地了。mengambil tempat kita yang sebenar di sisi bangsa，OK， 就是
就是靠自己的民族而来拿掉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了，就这样子了。OK， 啊，这三个派是属于大部分讲法的了。OK， 最后一个是这个了 ，Dr. Burhanuddin Al-Halbin， 哎，这个也是马来人来了。OK， 啊，说他的看法有什么呢？来开心啊，练一下这两个派。Perjuangan menentang penjajah hendaklah ada persatuan perpaduan yang kuat, berpegang kepada tak-tak tertib abdab sopan bangsa Melayu, agama Islam untuk menebus merapus kembali hak mutlak bangsa lain. Okay.So, 这个人我们记得他的重点了这个人他的看法，他觉得你要对抗那种殖民者呢，首先一定要有这个 Persatuan 了。OK， 什么是 Persatuan？ Persatuan 有点像是一个团体，团体的意思要有团体的，就算他觉得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反的话是很难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团体的话就容易了。然后是本巴多养巴了，就是有很强大的一个团结了所以你们可以记得这两个重点哦。然后本萨多安跟本巴多养巴，就是我这个多特巴哈努丁的看法。OK， 然后还是有讲到了本巴干古巴的什么呢？巴达德比阿达斯班邦萨马来尤，就是那个礼貌或者是阿伽马伊斯兰就这样子了。Okay, 记重点就好了不用记完整个句子好，就是这样子了。OK and then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OK， 来 Ryan 念一下这一个问题。有在吗 ，Ryan？Mengapakah semangat cinta kan negara perlu dipupuk dalam kalangan generasi muda bermula sejak di alam persekolahan lagi? Okay. Tak ada pun soalan. Ayan. Ini tadi saya lihat saja, itu adalah KPT. Okay. Kenapa saya rasa itu KPT?因为他有讲到。Berikan penjelasan anda. 对了，好嘞，就是要你自己给出你的看法他讲为什么爱国的这个精神呢，需要从他们然后一上学就要有这个爱国的精神呢就是从小孩子开始就要有这个。爱国的精神，为什么 ？Bak kata melentur buluh dari gerbongnya. 对了，这个是马来人的这个什么谚语，对不对？你们要写这谚语也是可以就是说这谚语是什么意思国姐就是如果要培养一个东西，从小就要开始培养。Yes， 对了就是从小开始就要培养，所以你才会变到更加的厉害当然了，他这边有很多个 point 啦，有八个 point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八个 point 所以他有讲了，为什么要从小开始就要有这个爱国的这个情操呢？第二，马来西亚真的是养三个不可办很多的家人，什么是三个不可办不懂啊，各位。牺牲要自己自愿去牺牲。对了 ，OK 为了诞生出这个后代是愿意为国家牺牲的如果今天他不是从小就有这个爱国的情操，所以他可能长大后他也不会想要为国牺牲了。他讲你要我为国牺牲，我怎么要为国牺牲？就这样子的。OK，
okay? And then mewujudkan masyarakat yang menghargai perjuangan bangsa, 就可以产生出一个 一个怎样的社会 什么是menghargai 珍惜 珍惜perjuangan bangsa 珍惜那种 奋斗者 民族的奋斗者 OK，就这样子了。如果今天你不爱国的话，人就觉得哎呀，他这些人为国而奋斗，而为国牺牲没有什么大了吗？就这样了。好，第三 ，memelihara keamanan negara daripada sebarang ancaman， OK， 就是我们可以维护国家的和平了。所以阿曼就是和平的意思了。 因为如果今天你越小就有这个爱国的情操，你长大后你可能就会做什么，可能你会当兵啊，还是做警察啊，做什么都好了，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防止国家被外来的势力进入了，OK， 这样国家就会和平了。人也可以 mengukuhkan perpaduan， OK， 什么是 mengukuhkan perpaduan？ 是可以巩固那个团结，对了，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 ，OK，大概搞的就是各族的意思了。如果今天每一个种族啊，从小就有爱国的这个情操的话，长大后肯定会团结啦，对不对？因为都是马来西亚人嘛。好，第五个 point， 什么意思啊？巴多国的文档。 就是培养社会人，就是遵守规则，对了，就是他们会 follow 那个法律，就这样子。如果你不爱国的话，可能你就不会 follow 这个法律了。好，第六个 point， 我们看看 kestabilan politik dan negara 就可以维持这个国家还有政治的这个稳定了。 OK， 国家就不会乱了。还有我们ukuhkan jati diri bangsa 咯。OK， 可以巩固这个民族的这个自尊心啊。还有 kebajikan rakyat akan senantiasa dijaga。OK， 就是人民的福利可以经常的被保护了，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有八个 point， 当然你们只需要选四个 point 罢了，因为它只需要四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没有？ 可以办了，答案呢可以有很多的。OK， 只要你们可以背有几个的话呢，有几个答案甚至可以可以打天下的，就是他问什么问题都好，你都可以写下去的，就是这样子啊。好，可以啊，各位。